大家好，欢迎收看《经典传奇》。刚才呢，咱们看到的是恐怖片里面常用的桥段啊，鬼上身。一旦被这恶鬼上了身呢，好好一个人，就变得跟这电影里面那个眼镜似的，杀人放火，哎呦，吓死人。那有人要说了，嗨，这鬼上身呐，灵魂附体呀，那都是封建迷信，拍这恐怖片吓吓人也就算了，你就别拿出来说事儿了吧。不是宏宇非要拿这个来说事儿，而是现实当中有些事儿啊，让人不得不相信这鬼上身的存在。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吴琴，是贵州省惠水县民族中学高二学生。别看这小姑娘呢，是家住山沟沟里的苗族人，可在学校啊，她成绩优秀，开朗活泼，还是班里的文艺骨干。吴昕这个人特别勤快，因为我们班上呢经常搞活动，很多同学都不愿意出，因为大部分的农村学生这方面可能不太会，所以他就自动的报名啊，说老师我参加，我说你参加什么？你说我唱歌，你唱什么歌？什么歌都行。可就是这么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不久前却出事儿。那天班里呢正在上课，突然呢，吴琴呢猛地一下就站了起来，发出了一声尖叫。吵什么吵，别吵了。紧接着呢，他就晕了过去。这可把大家吓坏了，赶紧呢把他送到了医务室。忙了半天，吴琴呢总算是醒了过来。不过呢，老师和同学很快就发现，醒过来之后的吴琴完全是变了个人，神情恍惚，目光迷离，看了呢让人心里直发毛。来认得我吗？那个说，他摇头，他说不认得啦。他也说，才几分钟功夫，这吴琴竟然连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都不认识了。难道他失忆了？更诡异的事儿还在后头。我就用纸啊写一个麻冲两个字，麻冲就是他家老家那个地址。你知道麻冲吗？不知道。往你家坐什么地方？他第一计划就跟我说，我在福建。我家在福建？要知道那地方离贵州差着好几千里，你别说山沟里的孩子，就是罗老师都没去过。一开始呢，罗老师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可这吴琴接下来的话呢，让他心里面更是一沉。坏了，恐怕呢还不是失忆这么简单。他还讲到我的母亲、我的父亲都在福建。我说福建什么地方？好像那个讲那个地方我忘掉了，还讲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吴老师知道吴琴的那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那他就想了，说吴琴不会是脑袋出了问题，再说胡话吧。不过呢，他很快又发现，这时呢，吴琴说话的口音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你看，像我们农村来的孩子，能够在学校里读书，不要说什么普通话，就能够说惠水话、汉话、汉语吧，就不容易了。他识语之后呢，就是讲出的话就是普通话。咱们前面说了，吴琴呢是苗族，读的呢又是民族中学，平常呢大家说的都是方言。现在邪门了，吴琴嘴里面冒出来的竟然是清一色的普通话，大伙用方言跟他说话，吴琴竟然一副茫然的样子，听不懂。这下大伙可不知道怎么办了。最后呢，罗老师啊只好把吴琴送回了家，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没准啊他见了爸爸妈妈，他慢慢的就好起来了。可没想到到了家以后，吴琴还是一口咬定他从来就没来过这儿，自己的家在福建，甚至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以后，这吴琴也跟见了陌生人一样。孩子看起来呢，他说这是什么地方？我说是我们家呀。他说这真的是我家吗？我这疑问啊，我觉得不可能啊，这不可能是我家呀。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看到他们我都不认识他们，而且那的环境一点都不相同，反正我觉得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咱们第一次听到吴琴开口说话，
哎，果然是一口普通话，这可不是山沟沟里面的孩子能说的。那看到女儿变成这个样子，连爹妈都不认了，大人着急呀。可这孩子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呢？想了半天呢，母亲王永秀突然想了想，说一个月前开始，这吴琴的精神状态就一直不太好。开始呢，他们还以为这孩子学习太用功了，他累了。可是紧接着没过几天呢，吴琴身上他又出了一个更大的毛病。贵州少女吴琴昏倒之后呢，就像变了一个人，不光老师、同学、爹妈他不认识了，连说话的口音呢都变了，还一口咬定自己是福建人。哎，后来呢，他妈一想啊，说大概一个月前开始，这个吴琴说呀，说自己每天晚上总是做同一个噩梦，在梦里啊，有一个披头散发的这个女鬼，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锤子，正疯狂地敲打着一个血淋淋的大心脏。锤子使劲的敲那个大的心脏，声音很大很大，就几乎把我整个人都占据了，那个声音特别受不了，那时候觉得很恐怖，心里很害怕，特别特别的害怕。哎，做噩梦不奇怪，可天天做同一个噩梦，那可就蹊跷了。特别是这个吴琴，他昏倒之后身上发生的这些怪事儿，让村里不少人相信吴琴肯定是被厉鬼上身。他妈妈来的时候，他说你去找一个就是巫师那什么的嘛，用鬼的，然后说去治一下，那肯定100%的是肯定是鬼上身啊什么的。看鬼片的时候，那种福建的那种那一家的鬼嘛，上他的身，然后附在他身上，然后就把以前的心脏想起来。当时我还感觉我是不是死了，我是不是到另外一个地方来了？鬼上身，哎，和咱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确实有点像。您想啊，人的身体思维都被上身的鬼给控制了，那自然就不认识亲人同学了。那要是这上身的是福建那边流窜来的过路鬼，哎，那被上身的人可不就不会说原来的方言了吗？当然，要真说鬼上身，估计呢不少观众都不太相信。可是吴琴身上的这一系列诡异现象，那又怎么去解释呢？哎，一转眼又是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老师和爹妈呢，本来以为休息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吴琴的这记忆呢也该慢慢恢复了，谁知道呢，不管这亲戚朋友们怎么帮他回忆，他还是一口咬定自己是福建人，爹妈都在福建，现在的家跟自己没关系。耶，为什么他会咬定福建这个他从没去过的地方？难道他跟那地方真有什么关系不成？难道吴琴的爹妈隐瞒了他的身世？你们这有出生证明吗？有的。那天是清明节，4月4号那天。这吴琴可能应该说也是你们都从小看着长大的了。从小看着长大。在山东医院，接生的呢。您看到接生了过程？我看见，我亲自引他看了嘛。看来呢，吴琴的身世呢没问题。土生土长的贵州人，跟福建的半点瓜葛的也没有。看来啊，吴琴说自己是福建人，那纯粹就是胡说八道。所以呢，村里哎，又有传言了，说这件事儿啊，从头到尾其实都是吴琴装出来骗人的。他们好像就说感觉我是装出来的，干嘛要装呢？这没意思啊。也是，爹妈说了，吴琴呢从小啊他就乖巧听话。啊，老师也说了，他是一个努力学习的好学生，他又不是这个算命的仙姑，干嘛要装神扮鬼呢？没动机啊，那怎么办呢？哎，从一些治疗失忆症的书和电视里，老师呢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吴琴回到过去美好记忆深刻的环境里，刺激他想起过去的事儿来。可是
连他上过的小学大家都带着他跑了无数遍，可吴琴呢还是没有回忆起任何东西。那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换个思路。什么思路呢？就是从他说的那个福建老家入手，看看从那里能不能有所收获。那怎么着手呢？哎，大家呢让吴琴呢把脑子里面那个福建的家呀给画出来。在一张白纸上呢，吴琴先是画了一幢五层楼的房子，说这就是他在福建的家。楼的前面呢是一个小水池，池边呢还常年摆着一个藤椅。吴琴说了，说那是父亲休息的地方。吴琴还说，说自己的父亲经常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而这母亲呢个子高高的，还留着卷发。哎，画啊那是儿童画的水平，从中发现不了什么信息。一开始呢大家都觉得呀，所谓福建的家还有这个父亲母亲，那应该是吴琴的幻想。可吴琴为什么要为自己凭空捏造一个福建的家呢？哎，接下来的事儿却让大家不得不相信这事儿呢还真不像是凭空想出来的。为什么呢？后来啊，吴琴呢在纸上写出了一串数字，0595-6569-846。这数字代表什么呢？哎，您肯定看出来了，这像是一个电话号码。没错，吴琴说呀，这就是他福建的家的电话号码。哎，这吴琴从来没去过福建，怎么会有福建的电话号码？可以试一试吗？啊，我们拨一下。空号，有人要说了，说这明摆着是一个小姑娘信口开河的嘛，你们怎么就当真了呢？不过呢，我得告诉你，电话虽然是空号，哎，可电话前面这个区号0595，您知道是哪儿的吗？还真是福建的，福建泉州。怪了吧？如果说福建的家和这个电话号码那都是无情胡说的，那区号怎么偏偏就是福建的呢？不会这么巧吧？哎，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记者也听说了吴琴的这个事儿，从电话着手，记者展开了一次调查。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号码呢？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知道的，不知道是怎么来的这个号码，但是啊，在我印象里记得特别清楚。哎，这个拨不通，说不清来历。但确实他又是福建区号的电话，让整个事情变得那是更加诡异和纠缠不清。那到底是吴琴信口开河，还是另有玄机呢？眼下这个号码啊已经成了事情唯一有点谱的线索，记者就决定到泉州去一趟，找当地的电信部门呢了解一下情况。他这个号码现在七位数，从六字开头的话，这是属于我们泉州下属的一个县市，是南安市的号码。因为我们在申位之前都是七位数的，那现在的申位他都是直接在这个号码，你如果是南安的号码都是在这号码前面加八。拨不通，原来啊几个月前泉州的固定电话他申位了，这少了一位数的这个号码那当然拨不通了。那么按照工作人员的提示，记者呢在电话号码前加了一个申位号八，再次拨通了电话，那结果又会怎么样呢？你所拨的电话是空号，请查阅电话号部再拨。还是不通。不过记者在电信部门查到，这个号码曾经被使用过，而电话的主人就住在南安区的维新村。记者赶紧又到了维新村，可以打听这个号码的主人两年前已经全家就搬到广州打工去了，也没人知道怎么联系他们。记者又在村子里面找了一圈，小洋楼那倒是不少，可吴琴在纸上画的那栋前面有水池和藤椅的五层楼却压根没影。看来啊，调查已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神秘电话找不出头绪，那吴琴画的什么房子啊爹妈呀也没半点踪影。这时呢，记者在泉州的同行
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他说呀，说既然吴昕说自己家在福建，父母也是福建人，那如果真是这么回事，那他总该听得懂福建方言吧，试下不就行了吗？喂，你好。哎，你好，是吴昕吗？啊，我是。那听说你在泉州有一个家，有这么回事吗？啊，确实这样。啊，你有来到福建泉州哦？聊视频了没？喂，你再说一遍。你有来到福建泉州不？聊视频了没？喂，我好像知道在说什么，也好像不知道。你能听得懂我刚才说什么吗？不知道。听不懂是吧？我刚才是用泉州这边的方言，用闽南话问你说有没有来过福建泉州，那你会不会说闽南话？那你对我刚才说的是一点都听不懂是吧？我好像听得懂，又好像听不懂，那种感觉，我也说不清楚。事实证明，吴昕是听不懂泉州方言的。那这次泉州之行的记者是一无所获。回到贵州之后啊，大家开始反思了。说之前吴昕所提供的所有线索都没办法得到证实，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的真实性。那有人就说了，说看来啊，这所谓的福建的家那是靠不住了，该不会是这孩子的脑子他出什么问题了吧？还是相信医学，好，给这个吴昕呢做个全面的检查吧。很快，吴昕呢就被带到了省城的一家大医院。那么，这次检查的结果会是怎么样？问题还不大，哎，那个特别明显的哎异常，各项指标显示吴昕的身体很正常，没什么毛病。可是一个健康的女孩，又怎么会无缘无故失去记忆，变成了另一个人呢？那么多次说过，人身上的毛病啊，可以分成生理和心理的。这人的精神出了毛病，那比生理上出了问题那还麻烦。吴昕呢被送进医院之后，经过检查，生理上没问题。那有医生就想了，说他那些连续的噩梦、语言的改变，甚至失去记忆，这一系列奇怪的现象，可能都是来自于心理和精神上的疾病。医生还说了，说吴昕的这种情况呢，那可是有先例。在重庆，有个叫苏敖的8岁小男孩，突然有一天也是莫名其妙的晕了过去，醒过来以后呢，他就说自己是左宗棠，还跟电影里面的那个僵尸似的，乱抓乱叫，好像是要吃人的样子，吸血的那种，吸血不一样，抓着就要咬，咬着就要吸血，当时他就是我要喝血，这样我要喝血。当时啊，大家都认为这孩子是被吸血鬼上身了。后来呢，经过专家的反复检查，确定苏敖他不是什么吸血鬼附体，而是因为缺少关爱，还加上一些心理暗示，让他得了一种癔症，这才成了所谓的吸血鬼。癔症的一种病人的昏迷，实际上就是暂时的背过气去，那么或者是他的一个意识朦胧的一个障碍的一个发作，他并不见得对周围人的这种所作所为他没有反应，他是能够有感知的，只不过他是躺在那儿不动啊，哎，不给你一定的表达，你以为他不知道。医生还说呀，癔症呢是人因为受到精神上的刺激或者是一些不良的暗示所引起的，啊，主要发生在一些自闭的人身上。而咱们前面说了，吴昕呢性格开朗活泼，这么个孩子那怎么可能会得癔症呢？哎，专家又说了，并不是只有自闭内向的人才可能得癔症，有些情况下这心气儿太高的人也容易得癔症。她是苗寨里的一个佼佼者，是唯一的一个女的一个高中生啊，那么呢受到大家的重视，受到家长的重视，那么老师也说这个孩子节俭，那么大家都要向他学习，那么总是在同学啊，在他的邻居当中啊，在家人当中都是一个瞩目者，拔尖拔惯了啊，但是呢他可能有更高的希望，哎，他自己认为自己可能应该是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情况才好，那么他可能向往一些城市生活或者一些其他情况。医生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哎，意思就是啊，吴昕表面上你看着挺开朗，其实啊自打进城上学以后啊，他的这心理呢一直都在受一个刺激。什么刺激呢？
说出来呢，很多农村孩子都经历过的，因为家里穷，哎，努力学习改变命运，继承了他的动力，也成了压在他心上的一块大石头。在村里呢，吴琴是样样拔尖，可到了县城，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学习上，那就不一样了。这些差距呢，吴琴嘴上不说，心里呢却耿耿于怀。觉得这里，很多人都是做了一辈子，但是吃的不怎么样，而且反正条件还是比较差。看见，特别是我看见我妈妈穿那双黑色球鞋的时候，都已经破了，她都还要穿着。那件衣服肩膀都已经烂了，还要好穿着。无形的这种压力呢，我想很多有相同生活经历的人都体会过。有句话不是说的吗？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么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还有刻意掩饰这种失落带来的压抑，时间一长，就在吴琴心里埋下了一颗癔症的种子。癔症它有一个疑问，就是有一种那种选择性的记忆障碍，也就是遗忘。然后他那个语言选择性的语言的改变，但是这种呢，忘记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医生说的这种选择性遗忘，对吴琴来说呢，也就是把自己家里穷啊、吃不好、穿不好啊这些他不愿去面对的现实，努力给忘了。时间一长呢，就让吴琴的记忆变得混乱了。哎，那让吴琴一直念念不忘的福建的那个家，他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可不是遗忘，而是无中生有啊！哎，医生呢，在反复了解吴琴过去经历的时候呢，他母亲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吴琴上初一的时候，还确实是认识过一个福建人。上初一的第二个学期，然后呢，就是碰上那个小伙子呢，他搞那个推销洗发精，然后呢，他还给我女儿的一瓶洗发精，一瓶是小的那种，他说给你做个纪念，然后呢，就是写地址给他，还有写他住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个小伙子是哪的人？福建的。据王永秀说呀，那个福建小伙子特别能说会道，把福建的繁华热闹说的那是天花乱坠。可以想象，一个对未来充满幻想啊，听到这个山外那个灯红酒绿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心里他会是怎样的向往和憧憬啊。那据王永秀说那个小伙子对吴琴也特别好，走了之后呢，吴琴对他那是念念不忘。他经常要不要他就是说打电话去问那个小伙子一下，有一次打去呢，这个小伙子没有在家，他妈妈在，然后他妈妈说，你说话那么可爱，以后，哪一个时候你到我家，我就把你当我的女儿，当我的闺女。也许呢，人家大人只是随口那么一说，年幼的无情的却当了真，心里呢还开始幻想，说自己是在繁华的福建也有一个家。那么专家还说了，癔症病人还有一个症状，那就是选择性记忆，也就是刻意记住一些美好的事儿。你就拿吴琴来说吧，他在福建的那个大哥哥，还有那个繁华的家，他就是美好的东西。所以呢，后来即使失去了联系，他还是牢牢记住了他家的电话号码。他可能当时没有在意，但是实际上是他在内心当中他有这种倾向的。这种倾向可能是在他很清晰的很正常的情况下没当回事儿，但是在他有障碍的情况下可能就是爆发出来了。医生估计啊，吴琴呢凭着自己对生活优越的人的印象，在大脑里呢就勾勒出了一个穿黑西装的父亲，一个高个烫卷发的母亲的形象。哎，这电影电视里面上流社会的人不就是这个样子吗？那至于那幢五层的小楼，那也找到答案了。原来吴琴在县城读书的时候，父母呢曾经为他在学校旁边租了一间宿舍，这宿舍呢就在画面上的这幢小楼里。那这幢楼多高呢？不多不少，正好五层。也就是说呀，这幢楼也被吴琴加到了自己对福建那个家的想象当中。事情说到这儿呢，
哎，大多数让人困惑的事情都找到了答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吴琴常做的那个可怕的梦，那个敲人心脏的女鬼，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整个病人可以出现幻觉的，他老做梦这个大鬼，然后呢去敲击你心脏，实际上他是一种担心，因为他的姥姥就是一个心脏病去世的一个病人，那么他可能是感受到了当时那种恐怖啊，然后那种哀伤，可能当时的情节没有解开，他没有一个正常表达方式，压在心底的这种情节可能是以梦的方式来表达。说到这儿呢，所有的真相应该说是大白了。总结一下，吴琴和每个农村孩子一样，渴望美好的生活，不过呢这种渴望过于强烈，走向了一个极端，就被现实中的不如意的地方呢压抑得喘不过气儿来，时间一长精神出了问题了。那也许有人要问了，你说眼下吴琴那该怎么办呢？医生那还是要去看的，不过还是那句老话，心病还需心药，一段平静快乐的生活就是对他最好的良药。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吴琴呢又回到了亲切熟悉的歌坛，一切呢又都恢复了正常。那么讲完这个故事呢，我就在想说，现在啊咱们中的多数人又何尝不是跟这个吴琴一样，面对生活当中的诱惑和压力，常常压抑的难以自拔，也许呢表现不会像他那么极端，不过呢吴琴的故事也提醒咱们，面对压力咱们千万要放平，活得轻松点。明说好了，详细卫视经典传奇，咱们下期再见。